也想到新竹有这种好地方。但是新竹竟然有这个地方。对啊，很漂亮哎。而且我不知道有这种景点，我也不知道有。我的好朋友，早安，起了个大早嘞。今天要一日系列。对，一日系列呵，很好。我们今天呢，只有两位女乘客。在搞什么？又是这两个衰鬼。知道这次通告是牛奶问我们说，哎，你们这一天有空吗？然后他先回有空，然后说有空，然后小屁屁再说有空，他说哦不用了，两位就够了。我想说，哎。先抢先赢，对，先抢先赢。我们太早回了，我们太乖，每次都我们两个先回。今天啊，我们要去新竹。新竹听说，说一下，你说一下，我想听。听说是美食沙漠。我跟你们讲哦，今天我们新竹呢，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要去新竹市哦，我们要去一些你们没有去吃过、玩过的地方。可以啦，今天可以下车，因为今天不是露营车啦。好，那就好。好，那没事啊。没事啊。看你们怎样。对，真的是看你们想怎样。待会我们要去接一个特别来宾。是谁？我今天不是担任主持人吗？哦，对，你今天不是主持人，对，今天是导演。导演，我是自从拍完戏之后呢，导演我都上身了。对，导演。那导演，我们今天新竹的特别来宾，他的角色是？他是主持人，他是客串主持人。对，客串主持人，好不好？他是主持人。对。那我们该不会是月马江湖刀 ？Hello， 新竹见喽。那新竹见，到底要干嘛？另外一个主持人为什么迟到啦？大牌啊，就是大牌，比我们还都还晚到的，就是大牌。比我晚到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瓜哥。我尿急。我也尿急。你们今天是不是又不让我们下车？我刚刚一直听到你们在说什么要车牌。请大志哥带你去加油站。哪边尿尿？好哦，你刚也不讲，真的是上车睡觉，下车尿尿，真的是游客哎。怎样？现在怎样嘛？无啦，啊，就有两摄影机，放在山顶，啊，咱就下山啊。有人刚刚一直幸灾乐祸，我们不管做什么，他都一直笑。哦，你哈嘻哈嘻真好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哦，你家己放的下骹，哦，真好，哈哈哈哈。无代志啦，无代志啦，十几万年对不？对。他现在心情很紧张啊。看看这背景，把自己机器放在车下的人。19.8万。陈木青海。就你要上厕所啦。看到也不会剪啊，那又不能剪。你哪里在哪里？我挂掉。哪里？啊！别你看，你看你怎么开啊？你帮我看着。哦，帮我们看着，谢谢。阿伯人很好。今年一开工就捡到20万，好好啊！开工就捡到20万，好爽啊！开工就赚到20万，真的是我们这个团队要大发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整个团队全有这么热吗？好热，一来到现场就说要尿尿，尿尿车就开出去，开出去开到一半就机器忘了，就开回来。你们的问题很多哎，骂人了，导演骂人了。再 play 一下你刚刚的语音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快一点呐！知道会塞车，不早点出门。还在过年期间要说吉祥话啊！吉祥话，新年快乐！知道会塞车，也不早点出门，恭喜哦！这样可以了。第一个点，来宝山乡农会接厕所。第一个点，要把摄影机放在卖水果的阿伯旁边。我还有麦啊。对，要别一下了。我跟你跟两位介绍一下，今天的这介绍这一位是一般素人而已。半艺人，
半艺人，一半的艺人，对，半艺人，大家也都熟识，是新竹的好朋友。对，那今天呢，就由他哦担任两位的一个搭档。可他们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，不重要。大家好，我叫志杰，所以是志杰。志杰，哎，不好，有一首歌叫这样子，跃马江湖道，志杰比天高。认真的开场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等下，那我们要怎么站比较好？没有，等下，他攀下来之后，我们就一起跳到这边来，这样，就一个这样子。好，预备，哎，跳起，跳起。就要说大家好，好，大家好。好，来，5 4 3 2跳！嗨，大家好！哎，你也没默契耶！大家好，不要跳，但是我选 Q， 我就是。欢迎大家收看《闹着玩》新竹特辑。对，现在为大家介绍这个景点是新竹非常特别的地方哦。来，我们去看这两个美眉弟弟娃娃。美眉弟弟娃娃。哎，主持宝刀嘞！主 keyboard 你以为啊？那么简单，在旁边指指点点就可以了。平常都是他在旁边指指点点的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这边有养乐多？哦，问的好。宝山乡啊，有大概10000的人口，但10000的人口里面就将近大概160对的双胞胎。相传就是喝了这口井水之后啊，会生出双胞胎的这个几率非常高，这样子。哦，讲一下，你要刚讲到为什么要拿这个养乐多？因为呢，小朋友最喜欢喝的就是养乐多和糖果。有的来这边祈求可以生双胞胎，他们就会拿养乐多来拜拜。然后也有人会拿一对糖果来，给他们吃。但是吃上面有写说，如果大家喝完了、吃完了，应该把它带走，不然这边会太多这个瓶瓶罐罐的，好不好？风水的关系，所以大家会拿养乐多来拜拜，祈求双胞胎。啊，两位如果等一下，主 key 为什么又变成你？为什么？他讲的不等一下，为什么又？你为什么一直讲？你要弄什么？一般人来这边是拜养乐多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今天我们特别，因为你们来哦，这个井水要试试看。它这个是瓦斯。有。刚好我们四个人嘛，我们来煮蛋吃，好不好？什么叫煮蛋？希望两位可以生双胞胎嘛，煮蛋啊，对啊，求个圆满嘛。你不知道他要这样子吗？我不知道，他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理解的。而且你以为我们这是煮蛋的吗？嗯，我说过我的才艺随便都有。哎呦，来了，不能破！这不能破！哎，那我可不可以先把墨镜拿掉？因为这个太gay了，这个看不到。你要不要拿感冒先试一试？对不对？这样不会破。Go！ 哎呦哎呦！哦哦哦哦哦哦！我会的会的！哇哇哇！哦哦哦哦哦哦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好厉害！今天找他来到底是？到底是？其实今天是过年后的开路。那过年的时候大家干嘛？放假。有人早点吗？没有，就找一个，找没事，帮我们操就这样，我们就随便的一个公司。一出来一上班就有人帮我们安排好了。但是有人传简讯给我，他说他到了。然后他说他帅气下车要入门。你们有去过双胞胎井吗？去过了，去过了，刚刚去过。那我们下一个点要去哪？三胞胎井。屁耶！请画个。我们接下来去一个秘境，还可以吃野餐，这样看美景。哎，大哥，你是到哪边？不是水库。到这个，我给你那个地方。哦，水库是一般人去的，你看他现在就是找不到，就是一般人会怎么样去那边？啊，我去接坐聊聊人啊，真的是有去看过的在地人才会知道要去哪里。拍谁啊，大哥？就一般人可能只会打水库，好，但是。欢迎拍照，气林。宝山乡，对，丽丽，欢迎丽丽宝山乡，沙湖丽艺术村，来各位下车了，到了。哇，有啊，好漂亮的，哎，而且天气好好哦，阳光这样照进来，哎呦，这都是昨天瞧的，原本今天要下雨，就有你的事了。我们现在踏的这个叫做木栈道。天气，这还需要你讲吗？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先去哪？该怎么办？你是导游哎，你今天是主 key 哎。我想你先带大家
先带大家去。对，先不要看到那个秘境好，那个要配美食。我们先走这好了，哦，对不对？走吧。我们这个策略是不是错误的？对啊，怎么办？哇！我看就让他到这个点就好了。这边看，你看右边这边。哦，哎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哇！这边就是古代的三合院，三合院大门，红砖瓦，整个盖着桃花还是樱花？继续跟我往前走的话，你会看到这个是窑烤面包的地。很漂亮。喂，沙姑啦！我在介绍三合院呢。我们在看美景。三合院，奇怪了。日本的山樱花在川崎县那一带的，台湾是因为把它引进来，在新竹这边种，所以叫做新竹樱花。哎，你到底是讲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啦，一定就听，真的啦，你就听听就好了。是的，你看啊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宝山水库，真的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好了，我不要讲，我不要讲，我今天是导演，你现在应该要好好的介绍这个景一下。然后呢，我来这边可以干嘛？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哎，来这边主要就是吸收芬多精，然后。分多金，这又不是森林，那就好了。你再这样，他就你要不要？同事说要不要回来当主体？其实分多金也对啦，因为它有这个环水库步道，整个宝山水库的步道，然后你会经过两座吊桥啦，啊，那吊桥就很漂亮，可以拍拍照了。太漂亮！宝山水库呢，其实是这个整个供应整个在宝山这一带，还有这个新竹科学园区的用水，是民生用水，是真的有在用的。对，哎，这里清澈，好好哦。哎，园艺系的，为什么针叶的跟阔叶可以长在一起？真的？谢谢园艺系的回答。还是新竹竟然有这个地方？对呀，很漂亮哎。好，而且我不知道有这种景点，我也不知道有这种。它竟然是在水库里面，然后看着水库跟山吃饭，然后又可以走这个步道，跟我就是认知的水库好不一样。你认这是石门水库，活云山池，什么遗址？新竹遗址，以前的新竹城就是在这边，然后后来因为水位很高嘛，就被埋掉了。在清朝的时候，然后一直到民国初年的时候，它水位降下来，就陷到现在这个样子。难怪有那个房子的残骸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边就是小人国，新竹著名的小人国。你可不可以给点正确的资讯？我们的观众有在看资讯，就乱瞎掰啦。哇，这一道这樱花蛮漂亮的。樱花大哭啦，看大哭啦，看春天的光景喂。Oh man, the mountains call my number.其实这个还没有完全看完秘境啊，这个真的只是三分之一而已。哎呦哎呦，更厉害的真的在等下那边我安排的地方。真的吗？真的啦，那边真的很舒服。你很累吗？没有，我是觉得团队最怕，出了名怕累的。怕累的，那我背你啊。好，那好浪漫。这种福利也可以自己塞。哇塞！为什么？我们再去一次双胞胎景吧。必须死！我这样子会啊，这样会啊，真的。欲吃美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所以我们现在先搬几张桌子，帮忙一下。我们搬桌子，搬食物。太荒谬了，自己吃饭。我们搬桌子两张，好不好？我们是要在正门口吃是吗？哎呀，这就训掉了。摇头，为什么要干这种事？为什么来这边搬桌子？我在那里搬桌子就帅。哇，很棒！奶茶秘境，很棒，很棒呢！哇塞！对，可以啦，你还蛮浪漫的嘛。有没有？是不是有代价了？哇，辛苦是值得的吧？这水是有点枯哈，因为它的枯才可以见识到它的壮阔，看到没有？真的啊，不然平常我们是看不到这样，它水岸往下的时候哦。
我们等下吃完东西，我们四个就下去那边跑步，好不好？我安排一个游戏，等下我们谁先加一个游戏啊？有没有？还、啊、有没有组委来加码？因为看那个平台，你有加码才要玩游戏哦。如何如何？这个 view， 你坐在这边喝杯茶很棒哎。神秘景点，但也首先要先自己搬桌子。对，要找男生来搬盘子。没想到新竹有这种好地方，还以为新竹只有米粉跟贡丸呢。对呀、啊。真的要好好感谢在地人帮我们带路哦。半艺人不是在地人。有够疯哎你！真的，因为新竹是封城啊，所以出来这边的人都是疯的。厉害，你这叫屌哎，超屌，都不用搞事做人。真的，秘境好值得哦。宝山水库的其中一语，好，阿内，花吉，还有电话，专业，录音，这就是宝山在地的黑糖珍珠披萨，第一次看到哎，珍珠披萨，它上面一颗一颗是珍珠哎，真的，因为宝山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产糖，糖，严先生，你哪有来啊？严先生，我讲听的不是很舒服，也有面哦，做糖，超好吃的，披萨的饼皮也做得像面包一样哎，是不是应该是同一个面包的口感？你看哦，它面皮只有这样，它起司这样哎，啊。很像吃到黑糖面包的感觉，但是有 cheese， 你又会有一种对对对，没错，就是被推出来很跳脱哦。嗯，而且它的那个珍珠还有煮黑糖的味道，然后上面还有淋酱。嗯，很想吃这个。吃。哎，来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叫做炖饭。我把它 cheese 拌进去。没错。它的炖饭没在理你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啊？怎么样？发生什么？它是番茄炖牛肉炖饭，你看。它里面的牛肉是有牛筋切成薄薄薄薄薄薄的炖进去，好吃耶！青酱意大利面哦，味道很浓哎，是挡咖啡的，挡咖啡的青酱哎，真的、哦？对啊，稍微变咸了一点点，但我觉得这个算是蛮好吃的，还不错，感觉很好，棒啊！哦，秘境，看跟谁来，就是跟错人，不是跟错人，是跟半艺人，他强调他是半艺的，半的对。'Cause I know where I'm going. I'm taking my sweet time. This time.光鲜亮丽，其背后他不为人知的一面，就是这样。这个搬桌子大队，这背后是辛酸血泪史啊！没错，这是什么画面啊？等我们一百万订阅，你们就知道。空位就空地那边吧。有志气，我喜欢。我就请一个人来帮我搬椅子。宝山水库环湖步道，对，这地方就是我寻寻觅觅找到最特别的第二个秘境。这样我不知道要讲什么，完蛋了，很尴尬，是不是？尴尬，对。都是你拿机器捅别人。对，现在终于知道那个困难度在哪里。对。哎，阿翔怎么不来救我？我刚刚不是在后面有看到你吗？那是地。他们很会讲，很会聊，就给他们聊。我来这边看风景，那反正我们想接也是接不上。对啊，是不是太可爱？不要让你的真实自我暴露。你们几年级啊？五年级。户外教学啊？从哪里来？新竹来的。新竹来的哇，好远啊！OK，你好，你好。都是因为你狐假虎威，让每个人走过去在这里啊，这样走一走就是情人之节。哎，谁在跟他拜拜了？哎，帮我们剪一句成语的来源，然后剪刚刚那个片段。狐假虎威。问题吗？你好，你这没问题什么？志杰哥哥，自己叫自己。对对对，志杰。对，我们这个企划可以圆一些人的梦，其实也是一件很开心的，真的幸福企
幸福企业啊，真的。哎，别别别别别！宝湖吊桥。哦。宝吊。哦，哇，这个这样拍照好看。好看哦，这秘境哦。秘境的。比较漂亮。不要这个树。面山啊。像裸露出来，蛮美的，有另外一种意境的感觉。真的，你看那个土上面都是树根呢。对啊，那些树根蛮花的。你看这样看过去，就看得到它的边边很像被划线的感觉。其实现在不用出国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对啊，因为很多地方其实我们本来都不会去，完全不会知道。那就是因为不能出国，你才会看台湾这些地方，先把它看一看。然后之后就可以出国啦，有一种深度旅游台湾的感觉。而且我觉得这边应该不管什么水位来都蛮美。他们刚刚说满水位是最漂亮，可是像我们没看过满水位，我们现在这样过来，我会觉得这个水多了一个颜色。对啊，旁边那个黄色的土。赶快新主人推推，还有什么你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景点，赶快下面推起来推。大家推自己县市的秘密景点，让我们去。对，不然我们每次都找过头。哎，你不觉得这个很漂亮吗？帮你拍吗？可以。这个像，对，走过去，没关系，还有我有在录，无人走掉了，对，无人岛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他现在自己一个人在那边，觉得没有人拍他。这新竹景点你给他几分？这新竹景点我给哎满分几分？十分啊，一到十九点八。我想再拍几张，我觉得看旁边很好看。那0.2是哪里啊？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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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照理来说，这样我们来过了这个地方，就应该像京城武术一样，没有这个地方字节来过，应该就要字节吊桥。不是，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人应该要学跟大家学习一下这种精神啊，就是自己自得其乐啊，他每天才会开心快乐。以后这个地方就叫字节吊桥 ，OK？OK， 谢谢 ，OK 也是，谢谢字节，谢谢，拜拜的。各位观众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字节吊桥，一起来玩哦！好哦，不错了，不错哦，走走走走就爆。接下来要去哪？对，接下来要吃这个，新竹在地50年的阳春面，这个就很多人都知道的地点。啊？那去干嘛？因为好，你们没有吃过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个我倒是觉得不错，因为通常来新竹的话，大家想到就是刚刚说的米粉、贡丸。希望特别李天高不会让我们失望。不会啦，从小到大我最让我妈开心的就是我也没有让我妈妈失望。你妈对你的期望是什么？她就是希望我好好当个艺人这样子。但是我一步一步，对我一步一步在完成她的梦想。谢谢啦。对对对，啊你等我一下，我带点水来，我先换一身衫。这一集要换衣服，对对。换衣服，我怎么会？哎，带够说话嘞。他到底在忙什么啊？你给他多大的压力？他要这样子 C 节目效果。帅哥，在看过你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汤看起来很简单呢，两碗汤干面，炸酱面，然后就两碗汤，就这样。可是这个菜啦，这个好啊，夹起来了啦，赶快夹。From days to you. 来，主委来。欢迎收看《闹着玩》。对对对。欢迎收看什么？你换这套衣服没有比较好？对，跟刚刚那个看不出差别。人家是汤的有名，他墙壁有贴报纸。就这么简单。就是吃汤面。大骨汤底配白面，难怪老板说要吃汤的。一定要吃汤。对对对，字节。字节啊。字节。我不是来。来，请准备。好来，五四。他是导演。什么意思？来了。他要水浒一样开场。在新竹吃的很多，但其实大家很容易就忽略掉南寮这个美食——阳春面。谢谢谢谢，来吃吃看，来吃吃看。哎，好喝哎。想的不一样哎，有没有？没有没有，一点都不阳春吧？难怪你说要汤的，对不对？它不是我们北部那个阳春面的汤，不一样。这是什么汤？大骨熬了40个小时，但是它最重要的是它里面加了一点点它的卤汁。哦，难怪是这个颜色，它汤是深色。对对对，有一点深色。它的汤头因为味道很足，就像刚刚之
自己有时候里面加了卤汁，那卤汁的香气让你在配面的时候不会觉得那么单调，它的面体是可以有味道的。重点是你有没有发现你不会它那个回甘的味道，不是你就分辨出来不是加了味素。嗯，哎，你们这边的面都是用细白面哦？以前是南寮是眷村，所以这个其实它是有点眷村面，就是人家讲的有点面条，香气非常非常的足。你吃这个面条就好像在吃平常吃的卤味豆干啊海带一样，吃面条有这种感觉呢，面条被卤到入味的感觉。对，真的汤头很厉害。但我想要加它那个，因为它辣椒好厉害。那个是第三步，先吃吸饱汤汁的面条，才可以再来谈。再谈这个辣椒。这是阿嬷的猪油拌面，它没有加任何酱油膏，它加它一点点卤汁跟猪油，所以你看这个面条颜色很淡，但它桌面上有附酱油膏、醋跟那个辣椒，你自己调味。它这个味道是很单纯的。它这个猪油拌饭的猪油拌面，这个猪油太香了。果然是飘香四十年，真的古早味。六十年是四十个小时卤制，六十年。一夹子，因为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猪油的香气，我甚至觉得它快要赢过汤面。哎呦，在拌那个面拍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这个面吃起来会没有味道，应该没什么味道，看起来蛮有味道。哇，好厉害！哎，还可以顺便擦护唇膏，你看。对，够油，厉害吧？这个猪油厉害。它的小菜哈，每一样的做法其实都不太一样。怎么说？但卤汁是一样的。等一下，这个先不要用好了，再重新整理一次。我看。你以为这个要用吗？一定会用这个。I like to think I'm kind of tough. Sometimes I feel invincible.你们的老卤汁，从以前卤到现在，我们自己的吃法是像我们大肠这样吃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小配菜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你可以先起来一下。你坐一下，对不对？小配包哈，就我们自己在吃啊。我们大肠部分会加我们的白醋，吃起来就有点像姜丝大肠的味道。哎呦，真的？对，因为这个醋酸，我认为它把它整个那个大肠香气逼出来。有搭，真的很好吃。是我们自己的吃法啦，对啊。可以，对啊，很香啊。讲完了，你讲干嘛？不是，我你怎么称呼你？我姓黄，黄黄黄。黄小姐，那黄小姐待会就会带我们到附近的景点走一走。那你们慢慢用，我先去。去厨房帮忙一下，真的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，非常值得来。看似很简单很清淡，但是它这家店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滔滔不绝一直讲。好吃，李天高今天真的算做对一件事情，做对一件就是带我们来，就这么一样，就是带我们来。其他的都是我们自己发掘。自己发掘是对，他就带我们来，这件事情做对。对。